点儿，你快点儿！哎呀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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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了，就这儿。就这儿啊？啊，哎，停！啊，一会儿见到我爸呀，你就让臭爸爱听的，臭爸爱看的，行不行？行。停！有点修养，有点文化。这我爸要是不同意，那咱俩就吹了。那你就得马不停蹄的滚了。我的妈，这么严重呢？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有修养，有素质。爸，我们回来了，来了来了。爸爸，姑娘回来了。爸爸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好，好着呢。爸，这是我男朋友大名字。大叔好。好，好小伙子。哎呀，你看看我爸这身衣服。多帅多亮多潮，是以前啊皇上就这么穿，对，有时候太监也这么穿。咋不话呢？你看这小伙子挺有意思啊，哟，挺壮实啊，长得那必须的。你看你爷俩那么瘦，这回正好我来了，给你家改善改善品种。他的意思是来咱家吃顿饭，改善一下伙食。是是是，伙食改善的好。来，坐坐坐。爸，你慢点。哎呀，叔这大蛋糕。几岁了？咋能这么问呢？那得问高寿。叔，你高寿了？小着呢，才66。哎呀，66了。啊。再有4年就70了，好事儿。人活70，古来稀。从古至今，这都是少有的。这你是赶上好时候了，叔。这要是个秦始皇那年，60不死，当时就得活埋。你这都埋6年了。你啥了？哎呀，完了！小伙子，你说的对。我老头啊，现在这过上好日子了，是赶上好时候了。是，爸。他不会说话，你别介意啊。哎呀，都是女儿祝你长命百岁，寿活千年。好，好啊！千年王八，万年鬼。失明。我闭嘴。文文，下面在干啥了？这个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个叔，来，找你有事儿。咋的？那个，你看你这过生日，我也不知道给你买啥。2000块钱，你老拿着。哎，别拿着。哎，别，不行。哎呀，拿着吧，叔。拿着吧。对，你看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想吃点啥抓紧时间吃点啥，要以后就吃不着了。你这干啥呀，小伙子？跪早了。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咱入席入席入席。那个，快把蜡给爹插着。我点火，好，哎，吹灯，拔蜡，志明，你成心的是不是？我咋的了？今天我爸过生日，挺开心的事儿，你在这吹灯拔蜡的，你咒我爸呢？早知道你这样，我说啥也不能处啊！你马不停蹄的给我滚！哎，文文，别这么说人孩子，是不是？虽然孩子说话不怎么好听，但人实在，我老头子喜欢。爸，哎呀，叔，我万万没想到，他能这么理解我。叔，以后咱就当亲兄弟这么处。这怎么？咱俩是哥们儿啊！